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小桥流水人家，人们习惯于用这样的语句来形容姑苏水城。然而，云南省西北部的一座小城，却把这种江南水乡的风情搬上了海拔2400多米的高原。南宋末年，丽江人的先祖就在狮子山路建房筑城。这个地处交通要道的小城，很快就发展成远近闻名的贸易中心。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小城地处金沙江的江湾，而金沙江古称丽江，所以小城由此得名丽江古城。说到丽江古城，首先要说说丽江的水。从城北流入的玉泉河水分成很多个支流，遍布全城。生活在这里的纳西民族便沿着弯曲的水流，在河道两边建起房屋，一些房屋甚至就建在水路之上，将一些细小的支流圈进自家小院，形成水流穿墙过户的独特景致。这种依照地势高低建成的三口水井，纳西人把它叫做三眼井。三眼井实际上是一个泉眼出水，泉水由上眼向下眼流淌，上眼水清冽甘甜，可直接饮用，中眼洗菜，下眼洗衣，各司其职，并且每天清晨井水仅供饮用，10点过后才可以洗菜洗衣。有人说，在丽江古城永远都不会迷路，沿着青石板路逆着水流的方向走，就一定会走到古城的心脏四方街。它是位于古城中心的梯形小广场，因形状与知府大印相似，取全镇四方的寓意而得名。四方街的面积仅有半个多足球场大小，然而早在明清时期，这里已经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，是滇西北地区最大的商贸集市。每天傍晚，四方街都要进行一次清洗，当地人叫做洗街。四方街的西边有一条溪河，把溪河上的水闸关闭，漫出河床的水就自然流向位置较低的四方街，将集市上散落的垃圾冲洗干净，污水顺流而下，可以灌溉城南郊区的农田。这种靠水吃水的智慧一直沿袭了几百年。我们今天把丽江叫做古城，其实它并非一座完整意义上的城池。城这个概念自古以来都是与围墙相联系的，而丽江却没有围墙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，丽江的纳西族土司主动选择归顺，朱元璋对此大加赞赏，他便将自己朱字姓的一撇一横去掉，赐给了纳西土司穆这个姓氏。因为土司姓穆，如果修建围墙，穆字就变成了困字，非常的不吉利。而且当时丽江的四周汇聚了像藏族、彝族还有白族这样强大的族群，修了城墙意义也不大，所以相对弱小的纳西族先民们干脆不设防，以中立的姿态迎接八方的来客，这样一座没有界限、开放而又包容的城镇就形成了。这座奢华的建筑群便是穆氏土司的官邸穆府，整个建筑群坐西朝东，呈对称布局，是典型的中原建筑格局。府内翠竹垂柳，泉水长流，又可见白族和纳西族传统民居的特色。据丽江府志记载，鼎盛时期的穆府仅中轴线就有369米长，其中楼台亭阁数不胜数。古城中随处可见明清风格的古老建筑，这些纳西民居多为木质的两层楼房，采用三方一照壁、四合五天井式结构布局。这就是照壁，也就是院子的围墙，上面往往装饰着主人喜欢的山水或者书法。面对照壁的就是正房，留给家中长辈居住，东西厢房略低，三座房屋和一面照壁围成一个封闭的院子，中央的天井常常铺设鹅卵石，种上40花木，供主人休闲纳凉。
四合五天井的结构则是用一间下房代替了照壁，结构上更像老北京的四合院。凝视这些古老的建筑，很难相信他们在建筑过程中并不使用一根钉子，保留了钢筋水泥发明前的淳朴与自然。同样淳朴的还有丽江的人，纳西女子热情爽朗，以勤劳著称，就像他们的羊皮披肩上这七个刺绣圆盘所象征的一样，肩担日月，背负星星，也被称为披星戴月。据史学家考证，生活在丽江的纳西民族是古代羌族的一个支系，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就迁移到这里居住，他们也为丽江带来了这个民族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——东巴文化。这是丽江市黄山镇的一所小学，孩子们正在用东巴语朗诵李白的诗歌。东巴是纳西语中智者的意思，原是指纳西族东巴教中的祭祀。在纳西人心目中，这些智者学识渊博，他们给纳西人占卜福祸，逐渐成为东巴文化主要的传承人。在孩子们的课本上，那些弯弯曲曲的文字正是东巴文化的载体，东巴文字。这种文字比甲骨文还要原始，最早是写在或者画在木头和石头上的。东巴们世代用它们书写，记录了纳西族的宗教、历史和民俗活动。如今在丽江古城依然可以找到书写东巴字的东巴纸坊。老东巴穿着庄重，头戴标志性的五佛冠，用竹笔蘸上墨汁，在东巴纸上安静地书写，细细地端详这些灵动鲜活的图形文字，虽不能读，其中的寓意也能猜出几分。这块石碑是为了纪念1997年丽江古城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建立的。申遗成功之后，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出了这样的一句评价：真实完美地保存和再现了古城风貌。几百年过去了，丽江古城依然拥有着初建时的古朴与静美，在雪山脚下演绎着人与自然最和谐的共生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。再见。他是传统画派的最后一位大师，他是民族文化的捍卫者，他的人格就像他画中的石头一样方正，他的画更像他的为人一样开阔、坚实、厚重，并且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奇绝之气。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大师印象系列节目《潘天寿》。